好一个大号。今仔日我被 A 厂的电报是一件让人担心的代志，一件让人担心的代志。一个人不但有伊理性的思想，也一定有伊感性的思想。虽然我只是一个四年的学生囡仔，不过伫咧生活当中，也是有一寡足感性的代志会感动我，永远留伫咧我的心肝底。会记得我在幼稚园的时阵，有一日，我的阿爸家父带我去踅街人夜市啊，看到五花十色的食食，有甜不辣、豆青鸡、香红钱、鼎皮酥等等，看到我的巴肚烧甲直咕叫，嘴嘛嘴是擦擦滴哦。等阿爸家父踅到庙口，等你去求是不是要吃上有名的大鼎炸鸡。忽然间听到一阵怪声，敢若是咧骂人的声音，嘛阁敢若是咧喊人的声音。我就勇惊一条，紧揪着阿母的裙仔尾，躲伫咧阿母的尻川后壁，目屎已经伫咧目眶内底汹汹要流出来啊！外头一个看，原来是一个月出来出卖头家，伫咧弄一个人客。一开始，群众也做讲，可能是无良心的人偷摕伊的厝里糖啊，害伊气甲要去弄人。果伫咧庙口坐下的头家，才甲群大家解说，原来伊个卖厝里糖的头家，虽然看起来是脚手无方便，清餐也无讲真真多，讲话也无写清楚，不过伊是真有志气。我向别人家当作乞食，我的思想。顶摆若是有人等钱予伊，我摕出银糖啊，伊一定会乞甲要去弄迄个人，把钱还予伊。阿母听着是真感动，我紧摕十块，我去家己买出银糖啊。我阁会记咧，头家甲我细大声的表情，是遐尔认真。起飞了。阿母常常会用这个呢做比喻，甲我做伙就起，做人就必会大努力。只要肯做肯打拼，天绝对是无全力之路。庙口一个月出来转来的头家，伊遐尔坚持，最是我爱有自己的精神，实在是予人感觉是感心。阿姊，但你我嘛是。前一阵仔，我搁跟着阿爸阿母去踅街人夜市啊，看到迄个卖出林糖仔的头家，又完伫咧庙口摆摊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若是有去踅街人夜市啊，一定爱去庙口支持头家。